上10点是不是？可以，我先送小孩去补习班。时间还有中午12点吗？会有一天就会了你新鲜。中午12点还有一个开会，如果有一天不要闹，找到中午12点开会，对，没错，下午3点是不是？下午3点，你等一下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把我放，爸，你也不要闹了。好了，你再一点点就出来了。有一天是会。想念。哎，公司来了，走吧。开始懂得一切。好，没问题。好，谢谢你。拜拜。记得那一天，我吻起你手心的肩。如果有一天，我会飞得很高很远。这个说谎的人，一字一句都让人心疼。你的脸，你的眼，总强忍着疲倦。你这个说谎的人，总是把泪放在心。小心喽！会改变。爸。
天。我是不是一个好妈妈？是啊，你是个好妈妈，你是个好爸爸。真的啊。